扣管，因为你领伊的身份证，你的会员啊，所以你拢爱去找伊啊。但是伊的总部拢伫台北市。啊，你搁思考一下哈，这种物件吼，爱用一撮时间吼，无用时。所以你拢爱去找伊啊，但是伊的总部拢伫台北市。啊，你搁思考一下哈，这种物件吼。喂，可以了哈。哎，对，台生不能动。我继续讲拄啊迄个代志哈，就是讲为什么台湾管理法会放伫美国的国内法？那是讲会当安呢？波多黎各关系法那要放伫美国，因为迄百外年啊嘛，台湾到即阵嘛才68年。原因就是当时长久的时阵，伫美国的国会咧讨论。啊，咱即马在当要安怎？中华民国已经变流氓政府啊，已经断交啊！啊，即马即阵200多万，甲伊个后代要去倒位？啊，有人可能就安尼讲啊，啊，无要紧啊，台湾即个土地拢中国都是中国人啊，都是外来的嘛，都是移民进来的嘛，那就把它放在国台湾关系法，就把它放在美国的国内法，我们继续卖他武器。名义就是要保护台湾，其实咱秘书长也是进前的江苏应该有讲到，咱是比战领者，咱是俘虏，咱是战胜利，咱是战败者，咱那就需要做兵。那需要做兵，伊拉克甲美国休战，伊拉克的人唔得去做美国兵，迄牵涉到宣伊的效忠的问题，袂当安尼，这是违反国际法的。绝对袂当安尼，那有叫战败者这个俘虏去做战线国的兵？因为伊头前甲你洗脑嘛，你已经认贼做老爸啊嘛，所以伊用这个行政命令，一夕之间甲你当时迄个国籍规个改变。我拄仔已经有分析过啊，我绿卡要变公民，我也爱考试了，我会晓讲英语，我会姓英语，我有英语名，我爱会晓写英语，我才会使变伊的公民啊。啊，无你伫即个地区顶头，你生活你袂晓讲英语嘛是麻烦啦。来，所以吼，咱伫2009年，咱告赢美国以后，伊美国内底其中有一项，就是讲迄五项内底有一项，美国国务院爱主动协助制定原告成立因的政府。啊，要成立政府，你无人民啊，你总袂使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来做咱的人民啊。所以以后求咱来去透过咱每周的办公室去办说明会，予较侪人了解这件代志。讲我要做台湾人，爱伫意愿、自愿、合法这三个条件下，伊家己摕钱来，家己摕资料来，我要做台湾人，安尼来办。所以安尼累积到41万张的时阵，美国人袂当甲咱讲，恁那41万张其中30万张假，是嘞，无法度讲假。因为咱这张身份证拢送去美国做的，等到咱41万张迄一天，伊就要把政权摕转来交咱，开始要实施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因为当时的台湾关系法的原则，伊看无这个所在有台湾人，吼、哦。但这要解释啦，就算你去摕到这张，你还解释无？你摕予人也看无啦。原因就是伫。这个时阵是叫做政治的台湾，咱以后民政府是法律的台湾，就是实施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架构下，美国军属政府，军的美军，民的民政府，就是这简单。但是现主席，这就是现状啦。你也看，台湾关系法下底 AIT 嘛，这就是由中华民国流亡政权继续做，给台湾人做奴隶。迄阵的中华民国占领军已经改名叫做台湾治理当局 （Taiwan Authority）。即届菲律宾的案，马英九若要甲菲律宾讨公道，足简单。我是台湾治理当局代替美国的，我要甲菲律宾讨公道。菲律宾总统唔敢讲白，因为马英九唔敢用台湾治理当局，伊敢来当用中华民国，但是中华民国出海。流亡变海贼，所以纪德健迄张相片你拢看过啊吼？有一张纪德健啊吼，这是美国的迄个五项判决，
拄仔我甲你讲吼，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阮国吼成立因个政府。伫六月初九吼，习近平去访问奥巴马个时阵，《自由时报》已经公布美国 CIA 民国三十八年个机密档案。即、这个所在有写，台湾伫法律地位上毋是中华民国个，主要下底即个所在有一排，伊就是讲台湾法律地位上仍是被占领的领土，伊无讲殖民地哦，是领土哦。啊，到底这个领土是啥个？天皇个啊，无可能中国。啊，若中国变哪里，就变哪里讲啊嘛。那中国台湾就算中国个内海啊呢，台湾海峡就变内海啊呢。安尼，美国的太平洋的防线的破一空呢？啊嘛，无可能讲是美国的啊！啊那那那美国，咱即马都用美金就好啊嘛。所以吼、哦，干那报纸爱会晓看，即、这个所在有写，台湾法律地位上仍是被占领的领土。即、这个所在就证明咱拄啊讲的，咱的亲生老爸是啥人啊？哦，来，其实台湾的人要做兵，军徽不见了。联勤总司令部嘛裁撤啊，宪兵嘛裁撤啊，陆海空司令嘛裁撤啊。这拢已经看出来，咱的这个亲生老爸吼，已经要亡身啊啦，敢真正看无？这都已经证明讲，伊都无力啦嘛。外交伊也无法度负责，内政啊做甲哩哩啦啦，干阿你甲你恐吓，这都已经做清楚啊。伊家己已经无体力啦。中华民国要离开啊！你唔知道，但是你唔知伊甲你出公文哦，伊有甲你出公文讲我已经要走啊！你唔知哦，你也看，这是外交部六月二十的公文哦，吼、哦，伊只有安尼写吼，中华民国护照支持有人，倘自认为非中华民国国民，应向内政部申请丧失国籍，有无？亲生老爸应甲你讲啊，你若认为你毋是我亲生的，你会使出去啦。啊，我问各位吼，中华民国迄本护照伫国外本来就无路用的啦，啊，哪有需要放弃？你加拿大的时阵，我有一个中国的同学去学英语的同学，伊甲我问讲，你们台湾人真好，拿加拿大护照都不用放弃那一本，我。啊！迄本你全世界就是无路用的物件，哪有需要放弃啦？伊今日为什么要出这个公文？伊知影咱台湾政府伫九月初时以后，伫上短时间内会发旅行证件、视同护照的功能，是美国军事政府发给咱的。伊今日伊若无做这个公文，给所有的外交部的同事看，连讲咱摕到旅行证件，咱要去甲放弃，伊哪有表格给你填？原因就是外交部一定咧配合民政府要做这个代志啊，哦，来，简单啦吼，我相信各位又有人去人招过新闻证，足歹招的，吼，真歹招，真歹讲，讲完人讲你笑的，你讲你空的，等恁做够再搁讲，四十一万张，拿五万以后我再去办啦，啥物话拢来，所以吼，我拜托各位，我有甲。拄啊做诶，即全部诶物件，我做相片档 ，JPG 诶相片档。恁诶智慧型手机若要爱，甲后壁诶台身，我已经控伫遐。你全部囥喺你诶手机，安一张一张背过。拄啊讲过诶物件，顶头拢全部伫遐。安尼大家吼要宣传较方便，会记诶哈，因为时间诶关系吼。为何台湾人一定爱办身份证？来，因为你若囥喺手机啊，你著一项讲就好啊啦。啊！你若知影，你就加讲一挂，这就教科书啦，吼！安尼咱要推广，咱才会较袂安尼拗跨、嘴大拗跨，吼！就是要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。什么是国际地位正常化？你会使去解说足济，吼！主要日苏美战，袂瘾做中国人的奴隶，要恢复台湾法律地位。什么叫做法律地位？爱甲我拄啊讲的，你是日本天皇的臣民，这个故事我讲好听。啊，所以这回去我来做功课，过来，就是要确认你是本土台湾人的身份，受美国的保护，免阁做，免不必被统一啦，免阁去互统一啦。你有这张身份证，你就免惊去互统一啦。过来，
缴税甲老人年金无共，啊，这你去做功课啦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讲了足济啦。缴税无共，你外国人当然缴税是外国人的税金嘛，你卖厝嘛是同款啊。迄无共的物件，啊，你去做功课少了解一下，因为我甲大纲和各位嘛，啊，你啊放喺手机啊内底就好啊。啊，无你就是把迄个相片用随身碟摕转去，一张一张印出来，用个卷宗一张一张甲夹起来嘛是真好用。哦，将来去美，将来有美台湾民政府公民卡 TW 的人，就是公民，会当享有美国合法的旅行证件，去美国免签证，而后至于美国邦交国全部免签证。你讲较实际物件好听啦。卖讲办身份证后边一块换一块啦，迄个物件你都摕袂到证券咯。你阁讲一块换十块嘛，同款吼。过来，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开始要发行正台币。你甲讲要正台币，伊可能对正台币有兴趣。各位，你再去做功课，正台币到底安怎印？咱拢有讲过，但是一撮仔功课互各位做，上无免互你读法律，读了一本遐大本嘛。来，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。伫公告期以后，还未申请这张，你就要准备离开啦。咱未遐要求讲摕到证券后，怎解就拢叫你随走？一定有一年、咱两年，你家己思考嘛。你要留来，你就来办；唔留来，你走嘛。卖带高高低啊，无你就外国人啊，所以拄我早起秘书长有讲，分做四种人嘛。你愿意做台湾人的人，你就来办；你无愿意做，你请你走。吼、哦，啊，你的财产要哪卖？你家己经去卖。但是我也各位拄好讲。税金的问题啦，你若是外国人，你卖这间厝，银行也是属迄个公所，也是迄个税管处，伊就会先把你这间厝先扣一寡钱放喺银行。但是你若是公民的时阵，我袂甲你扣，等到你明年你再来申报，我今年的收入偌济，我再来照比例来扣。所以无同，这个角度无同，这个物件甲美国同款，所以分作外国人甲台湾人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些资料我拢放伫后壁。你是要爱，你是要爱这个、这个，我拄啊迄个档案 ，PowerPoint 的档案，啊是要爱迄个相片的档案。今日无炸随身碟，后一届你再来考，好不好？安尼吼，大家吼、哦，你推动的时阵吼、哦，都一压一压，参像安尼甲刷过、刷过、刷过、刷过，会晓解税解税，未晓解税佫甲刷过。因为每一页你拢会当讲足侪故事，啊，今日的时间关系可能够啊嘛，安尼到这为止，谢谢各位。啊来，就我所知啦吼，我家己的解读是毋是正确？安尼讲啦吼，咱九月初四，咱要去美国开记者会啊。中华民国今日若无做一挂动作，伊要哪交代？所以，伫众议院小组通过，不代表大会会通过。迄个九月初等大会开会再当通过嘛。就算众议院通过，你嘛都要上美国的参议院。所以，这还阁足久的啦。就敢若有国防部长讲，台湾要阁恢复征兵，敢有法度？迄伊你讲的啦。立法院若无通过，伊有法度？就算立法院通过。马英九的头家若无同意嘛是无法度啊，所以吼、哦、有一寡物件，伊这个动作无做，伊对所有的人袂交代，安尼安尼啊，我的想法只有这么简单啊，所以咱无时间再回应，因为咱今日咱需要的是41万张的身份证，甲4000人受训完成的公务人员，这个物件是要给美国看的，这上重要，对咱来讲这个最重要，其他的。可以暂时放下不管，因为伊一直甲你恐慌吼，互恁恐慌，毒淀粉、毒奶粉，啥物货一直来，即种物件啥目的？那今日若是迄个主管机关吼，足简单个啊，你放毒害人，枪杀倒啊嘛，你大贵个都无收了了啦，即足简单个代志，中国人就会晓讲乱世用重点，这么简单的事，他为什么不做？为什么不做？伊就用一项甲你压一项，洪仲秋要刷，用别项甲你压掉，啊，别项阁用别项甲你压，用 A R B， 用 C R D， 安压压到最后，规个安尼，规个社会乱撇撇，伊就挑讲要互你乱，伊乱伊走，我都继续住台湾，
台湾这个所在呐，操日本人遐守规矩哦，伊早都爱离开啊啦，所以足夭寿的啦。简单啦吼，这一定爱讲的。其实中华民国伫台湾，为什么有二二八？为什么有戒严？为什么有白色恐怖？为什么有美丽岛？干那一个原因，和台湾这个所在不和平，干那这个理由啊呢？只有这个目的，为什么要当兵？为什么要做兵？因为蒋介石在台湾是军事统治，当时带伊来遐草鞋、布鞋遐老啊，已经老啊，走去进来啊，啊无就开棚坑啊，无人继续做兵嘛。甲你编一个理由，讲要反攻大陆，伊靠我都反攻大陆。即卖当时话反攻大陆，杀猪拔毛，即卖即阵人拢伫遐，你要甲人统一，足奇怪的代志。伫台湾遮尼久，所以吼、哦。台湾人一定爱生气啊啦！到即阵拢无人会晓生气，我感觉奇怪。你白色恐怖啊，甲你放毒啊，讲台湾遮恐怖，干那一个目的，伊要继续带你台湾，就安尼。咱甲要继续好带，我相信吼、哦，无人愿意。但是你还讲出来啊？但是要讲出来、那個，迄个阶段上吼、哦，迄个当下吼、哦，也无一定爱作生气的。你讲道理，互听就好啊。伊今日继续要谈台湾，就是要让台湾不和平，让台湾恐慌，伊才会当继续伫台湾统治，就安尼遮简单的代志。啊，你若通这个道理吼，你外口看新闻，好啦，继续去乱啦，无变喏，咱也无迄个能力啊，继续去乱，咱民政府较紧起来啊。啊，所以你看新闻，你袂郁卒啦。参像咱中央所有伫这个所在，你上课的所有的讲师，甲伫遮定定咧运作，大家拢愈来愈欢喜咧。不管伊外口安那乱，伫这个所在你上课的人，伫这个所在你活动，咱听过咱论述认同的人，大家是对未来足光明的啊，一片光明啊。咱拢袂去感觉讲，哎呦，安尼艰苦看，啊，遮歹赚，啊，这个生活吼，安尼这样困苦，啊，外口可怜人袂玉兰花啊，老个遐老啊，走路翘骨翘骨嘛，你袂。咱感觉讲台湾的前途是足光明的，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吼。啊！以后阁有机会，再甲各位阁加讲一寡，谢谢。各位好，请起立。起来，下课休困。那个，请江正龙、江素兰、黄宏杰，还有林佑如四位过来我这里领学员识别证，谢谢。